哎，那么今天穿的有那么一点点的，哎，正式。今天早上有一个本地的网络电台播客，突然间喊我要不要下午出来合拍一下视频。哎，我是觉得这个他这个啊说的这么直接啊，弄得我有那么一点点的啊害怕啊害怕。当然，我怎么能放弃这个蹭他热度的机会呢？哎，你们是不是在问那个 UP 是谁？他是有十几万粉丝的。哎，打住，我这直接说就没有意思了嘛。等会我去见到他，你们就知道了。OK，Let's go。我不知道他人在哪，完了，这不就全完了吗？哎，他说他在星巴克 ，OK。哎，然后，他尴尬。哎呀，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尴尬。你不用自我介绍啊。哦，就。刘师傅的粉丝，你们好，我是刘师傅的粉丝。我叫尴尬啊，我是在这个荔枝 FM 上做粤语电台的。如果大家拉屎的时候没有声音，觉得很沉闷，可以听一下我的电台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那么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，你知道我是你们都认识的，反正没人 care， 不用过多介绍。今天是我跟刘师傅第一次见面，没错。我感觉我真的是，我还蛮年轻的，其实，有没有？我比你年轻的多。大家觉得呢？请把你们的赞美写在留言区，谢谢。快夸我帅。有没有哪一个让你就觉得啊，因为他我就要进来做了？子明，对，是你的一个也是做游戏的一个 UP 主吧。嗯哼，弹幕就很多，哦，我也喜欢子明。子明谁呀？子明谁？肯定是子明谁，因为应该很多很久了吗？退出了吗？他已经他没有退出，哦，还在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子明的粉丝。更多的可能还有，哎，大家都认识的西南啊，那个男人，就是你模仿的那一个。对，没错，那个男人，因为他被封了，所以现在只能把他说成那个男人。哦，那个不能提名字。对，那个不能提名字的男人。是往事如烟呐，啊，什么时候你也被封一下？那，啊，这个不好吧？然后到啊，刘师傅被封的时候，然后这一条视频，那些弹幕就挖坟，挖坟。原来在今天几号？原来在1月24号的时候已经预言了这件事发生。大概来时讲过，如果你有一天被封，你觉得会什么原因被封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帅。抢着别人的流量啊！我们先停一下，没有其他原因了吗？你身上没有其他缺点吗？我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。好了，停一下。太夸张了。OK， 我发现我讲国语好像有一点台湾腔的感觉。他们说我也有。有吗？对，好像比较潮一点。我也是很少讲国语来主持节目的，因为我是做粤语主持的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。今天我趁这个机会采访一下你们的刘大大，觉得最坚持不下去的是什么时候？就差不多前段时间吧，就国庆的时候，就是放完暑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大多数人都去上学了，然后就没有人看我视频了，因为之前一直没有火过嘛，你火过了再不火那就是非常难受的。是，从来没火过。对，从来没有火过，就没有什么包括我现在也不火。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，因为我也从来没火过。哇，你看看弹幕的数量你就知道了，没弹幕，哪里没有弹幕呢？不然我如果已经火了，随便在这里放个屁也很多弹幕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五年前就已经拍 vlog 吗？五年前我是做游戏视频。嗯，
我五年前长得丑，现在长得帅。那现在为什么不做游？现在为什么不做游戏视频？做游戏视频就浪费了我的颜值，本来可以靠脸吃饭，为什么要靠才华呢？哇，你还蛮坚持的，就觉得自己帅这件事。好好好，不错不错。那你有公开过你的私生活吗？并没有，还没到这个地步是吧？没有，因为每一个 vlogger 他都必须经历了几个部分啊，写笔记啦，准备抄。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很有热情的什么都拍，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隐退，就到了每一个有一个地步了，然后觉得不想再做了，然后这是我最后一期视频，或者是告别 B 站，然后点阅率砰超高，然后陈思这个地方就该艾特那个苍晨啊，他昨天刚刚发了一个视频，刚说他永远都不会再传视频了。好，然后不出两个星期我回来了，我一个月我回来了，看到大家留言我很开心很感动，所以我要回来。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不断的曝光自己私生活，拍到没东西拍好拉屎拍一下，准备泡妞拍一下，然后去哪也拍一下，还没到这个地步了，不断曝光自己私生活。 对，如果有这一天你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不愿意，你还是保持现在就这样就好了。没错。那你的底线是什么？我的底线就是我是个没有底线的人。刚才又说不要。刚才跟我不想叫你刘师傅，好像好老的感觉。叫你什么名字？叫我小刘也 OK。刚才跟小刘建议，不如组织一次粉丝的线下聚会，一起出来打个游戏啊，喝个茶啊什么的。喝茶，这个是只有顺德人才会去喝茶吧？喝个茶。对，可以，就差不多2万粉丝啊，大家就得闲饮茶啊，大喊洋茶，大喊洋茶，拜拜拜拜。哦，拜拜了，哦，拜拜。这不就是顺德人的客套话吗？是啊，就是啊，大喊洋茶。我觉得你是时候有一个总结了，就庆祝一下嘛。其实你1万订阅的时候已经可以庆祝了，那么不如就2万订阅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玩一下。OK， 好不好？有想过？好不好？其实是可以的。然后在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，就在留言区留言。哎，我在什么地方？比如说我在广州，我在茂名，我在内蒙古，我在非洲。我在非洲哦，估计都在非洲，都是非洲人，都是黑，都是很黑的。对对对。之后继续做下去，有什么期望吗？小小的目标，今年先达到100万粉。哇。这个肯定明年这个时候看这个视频肯定要知道自己被打脸了，然后明年看这个视频已经被封杀了。然后就挖粉小刘。哇，这么惨的吗？被封杀也算是一种里程碑啊。那我宁愿不要。你有什么想对我的观众说的话？其实今天下午看到了小刘之后，我内心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，真的今天必须要到最后的时候要说一下，请赶紧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，再见。是你的还是我的？我的，拜拜。我的也关注我的，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我。Yeah. 那么这是我第一次和别的 UP 合拍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不要忘记点个顶，点个赞，投个币，充个电都是可以的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